刚健完身，少喝凉的。来，喝杯蛋白粉，补充体力，还长肌肉。不发胖啊？不会。谢谢，我去拿副手套。 你都没希望了，还坚持呢？有的时候明知道没希望，还想让他幸福，这才是真正的喜欢吧。哎呀，点个赞。来啊，接着打呀，走。奉陪到底。走。还来。 多云呀，白天送外卖，晚上还要准备这么多食材，多累呀！不累，刀子给我。你就没想着换个其他什么工作试试？妈，什么工作不辛苦呀？没事儿，这是刚起步，都这样。这么多年都没上班了，一出来就干生意，这能成吗？是啊，爸，您忘了，我以前可是干过华北地区的销售总监呢。 哎呦，爸，您对我有点信心。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。是啊，时间虽然隔得有点久，但是呢，经验还在。<笑>哎，对了，您看，您看看吧，这开业才多久？看这订单呀，多的呀，我天天都忙不过来。你看，给我看看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累死了。哎，多云，哎，你每天都吃什么呀？我这吃可多了。 你看，每天剩好多食材，我吃都吃不完。什么吃不完？这都是菜叶子呀，怎么一点肉都没有啊？菜叶子怎么了？都好新鲜呢。那哪成啊？哎，不行。不，爸，你干嘛去啊？买点肉。爸，您心脏不好，别上小料折腾。还是我去吧。妈，你替他摘菜。行了，我说我去就我去。 这干老头子，让他去不去？ 喂，喂，有人没有啊？有人吗？哎，师傅，你也开下门，我买点东西。没了，关门了，明儿再来吧。哎，对，对不起，师傅，不瞒您说，我闺女饿着呢，她还没吃饭呢，她说想吃包羊肉，您卖我一盒那个羊肉片得了，谢谢您啊。哎呦，老爷嘞，哎，我这都躺下了，明儿再说吧。 哎呦，对不住，真对不住您，受累您起了一趟，您就递我一盒羊肉片就行，我这手机和现金都行，行吗？求求您了，谢谢了啊，师傅。得嘞，等着啊。哎，好好好，换件衣服。哎，好。哎呦，我回来了，怎么才回来呀？
累不累？还好。去我们家吃饭？几点了？我吃过饭了。你就当陪我嘛。今天你妈来做饭了。给我发微信了，做完饭就回去了。想我了吗？想啊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看，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这是你的新女朋友蓝娇娇。你放心，这事儿我来解决，我一定会让我妈打消这个念头的。吃饭吧，你看，这是人家做的爱心餐，还得到了你妈真传呢。我对大鱼大肉不感兴趣，我现在只想吃你做的面。我做的面又不好吃啊？好吃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电话。妈。喂，儿子，回家了吗？吃饭了没有？那一桌子饭菜怎么样？色香味俱佳吧？我告诉你，都是妈妈要给你介绍那个姑娘她做的，怎么样，棒不棒？啊！妈妈做主了啊！你们俩尽快见面，照片你先欣赏着啊，生人难见，多看几次就成熟人了。好，我见她，你安排时间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太好了，明天就咱们家。骗你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哎，说你要对我有信心啊？没有，见什么见啊？见。你自己看看，蓝俏俏辞职，带走了一批客户。昨天行业酒会上，王总当着曲总和我的面提起这茬。还假模假式的说我们公司教导有方，帮他培养出一个好苗子。这是我的责任，我是真没想到蓝俏俏她能有二心。没想到？商场上你摸爬滚打了十几年，你是没见过女人还是怎么的？不会是你们早就合计好了，她先走一步，然后你跟上，两个人联手要挖公司墙角？哦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。但是我希望公司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件事情，公司损失太大了。曲总和我都有心要帮你，可是那也遮盖不过去啊。没关系，我接受公司的任何惩罚。总公司已经开会讨论了，给你降职降薪的处分。从经理撤到副手，三个月之内，如果不能把失去的客户补回来，你主动辞职吧。可是我，曲总和我都替你说了话，这才从轻发落。出去吧。谢谢你。什么情况呀？领导怎么说啊？哎呀，希望三个月之内把失去的客户补回来。什么？不，这也太绝了吧！开拓新客户，那不等于从别人嘴里抢食吗？再难办也得办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这样，小五，你现在马上把同等级的客户资料给我整理一下，送给我，我亲自去报。哎，老大，这个蓝俏俏真是太绝了，骗财就算了。他要把别人的饭碗砸了再走。你赶紧去办去。
小乔，哎，阿姨帮你就到这儿了，下面你跟清风的关系进一步的话呢，靠你自己了。阿姨喜欢你呢，是因为你懂事孝顺，有你这样的小暖炉在清风身边，他会幸福的。来来来，给我，让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行吗？完美，自信点啊。我努力，但是成与不成，那得看缘分。可是不管成与不成，我都得让徐医生知道，您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、最疼他的人。哎呦，娇娇，真是懂事儿，阿姨没看错人。啊，儿子啊，回来了。俏俏，来来来，啊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俏俏，这是我儿子，徐清风。儿子啊，这就是我跟你一直说的蓝俏俏。你好，徐医生。你好。要不先喝碗汤吧，这里面的材料呀是我从老家带来的，有三七、当归、枸杞、红参，特别补，我经常给我爸做，你也尝尝。蓝俏俏，不管我妈之前跟你说过什么，我都要跟你澄清一件事儿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咱俩根本不可能在一起。你这还跟说这干什么呀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不是你跟他道歉干嘛呀？恰恰，是阿姨看中你的，阿姨给你撑腰。希望你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，也不要进入别人的感情。即使我跟雨晴现在不是夫妻，也不行。别生气了，许医生说的对，他要是有女朋友，我就不能介入，那我不成第三者了。许医生，许老师是一位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妈妈，她特别爱你，很多时候我很羡慕你。这个事情，我对不起，我应该向你们道歉。道什么歉呀？徐医生这么优秀，我心里很清楚，我根本就配不上他。今天之所以来，其实是为了我爸。为你爸？嗯。徐老师，我爸的情况您也了解，他得了绝症，我从县医院带着他到市医院，再到省医院，没有人愿意接他的手术。我担心徐医生也拒绝，所以才想认识一下的。俏俏，哎，你绕这么大一个弯子，就是为了让清风给你爸动手术啊？那你以前是故意接近我，也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是吗？不是。真的不是，当时是真的想求助您，所以才去调解办公室的，真的。就是嘛。说说你爸的情况吧。我爸得了前纵隔肿瘤，已经长到了17公分，因为肿瘤巨大，又包绕心脏发出来的大血管，手术的难度实在太大，所以没有医生愿意接。但是我一定要救我爸，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徐医生，救救他！求求你，救救他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，起来！你这是干嘛呀？你这些事应该早跟我们说呀！你，徐老师，徐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也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如果连徐医生也拒绝了，那我爸就真的没得救了。所以我不敢跟您说。但是您对我太好了，我不敢瞒着您。这样吧，明天让你爸来医院先做个全面检查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救死扶伤是医生责无旁贷的天职。谢谢你，徐医生，只要你肯救我爸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不需要。行，好
了。谢谢。有我儿子，你就放心吧。嗯。谢谢。老头子，那好了吗？快了。别吵姥姥啊。姥姥，我是谁呀？啊？那是他老吗？你就是孩子他爸，啊、你是谁？来，来来来，吃饭了啊。嗯，马上。什么马上啊？这菜凉了就不好吃了啊。知道了吧？快吃吧。张嘴。啊。哦，我忘了，我吃起来了。你先吃，吃完再工作啊。好吃。嗯，还挺好吃。是吧？来，多吃点肉。嗯。加肉。肉。嗯。降职降薪的处分，从经理撤到副手，3个月之内，如果不能把失去的客户补回来，你主动辞职吧。怎样算及格？怎么还是笑话一则？每次都做好了新的建设，总有一个说客。装得像懂我的伯乐，谁能不被爱左右呢？就是败也有个过程。别人的书签太有心得，久了连自己都懂。这个世界，我的眷恋，大不了如此分后再远。你看，说不吃不吃，这盘肉全都吃了。下次咱多给他买点肉，到时候搁到那冻箱里冻上吧。再买点别的熟食。孩子要不爱做饭的话，拿出来就能吃。小舅，清楚吧？啊，就这小舅拍的，能升能降，多清楚啊！这都是无人机拍的吗？啊，不是吗？那太清楚了。哎呀，就是嘛！哎呀，还能录像呢。你看，不光能照相，也能录像。哎，哪天我把这片子剪剪，配上音乐，更好看了。老关，你还会剪照片，多有纪念意义啊，是吧？一般般。所以一修复，你看就留下来了。哎，明月，明月，一般般。老关，哎，照片啊，这是那妹棉第一次去海南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校联会，你看看，这都30多年前的老片。你给我修复了一下，就留下来了，可以。哎呀，这修复的挺好啊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是我刚下的。这哪是照相馆弄的？什么照相馆呐？告诉你们，这是我儿子的女朋友给我修复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怎么在雨晴什么时候弄这个？也没听他说过呀。嗯，真的。哎，如果你们有那个老照片，如果想修复的话，哈，拿来。我让他给你们修复。太好了！哎呀，我想问你们啊，想不想看看我儿子女朋友的照片？回头你教教我啊。嗯。是吧？啊，夸咱们家雨晴了，我倒要主动跟他们示好啊。那不更好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太漂亮了！哎呀，你儿子长得挺漂亮啊。那当然，我看中的，看上去挺年轻的，28了。
年轻吧？年轻，不像二十八的，太年轻了，好漂亮，是不是？太漂亮了，太漂亮，漂亮吗？嗯，可不是吗？嗯，年轻，漂亮，漂亮。哎呦，孩子可贤惠了。哎呦，这就是您儿子的女朋友啊？对呀。您了解她吗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我怎么不了解啊？满口的饭能吃，满嘴的话，这可不能瞎说。啊，我了解得很清楚。哦，她是一个能够吃苦耐劳、心地善良、懂孝顺、懂礼数，就是受了委屈也忍气吞声、难得一见的好姑娘。我说完了，你听明白了？哎呦，哎呀，可以吧？哎，不是我。哎，雨晴啊，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哦，我刚过来，民意大讲堂快开始了，我找你们回去看呢。哦，行，对对对对，看民意大讲堂去了。哈哈，走吧，到点了。科技时代啊，就得玩这个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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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有胸部照片拿出来。好嘞。现在摄影还得玩这个，你知道吧？太土了都，咱这质量啊！你拍这画面，你去。这大碉堡，成天满嘴跑舌头。那个雨晴啊，啊，蓝翘就不是和陈志军不三不四的吗？那什么时候跟清风又搅到一块儿去了？哎啊，那天在超市，妈，你倒点水。这大碉堡，他敢大庭广众的讲，弄不好清风还真有这么回事儿啊。哎，雨晴啊，那清风不会脚踩两条船吧？爸，你瞎想什么呢？怎么可能啊？不是，你说你这孩子，你的心也忒大了，人家都昭告天下了，你说你，嗨，你真没法说你我这。爸，蓝翘翘他爸爸要在清风那儿做手术，他们现在天天商量手术方案呢。没事儿。真的？当然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这大碉堡是诚心给咱们添堵，人家清风根本没那意思。我还比不上一个蓝翘翘呀。就是。对对对，这也是。哎呦，不过这个清风虽然跟这女的没事儿，可是大碉堡到处这么乱说，这事儿咱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跟清风说说。嗯。什么事儿这叫吗？哎呀，这蓝栓柱的手术太危险了。我可提醒你啊，这有的人表面上看上去可怜，他在你面前装的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，尽可能的卑微，往往就是这种人他才具备两面性。一旦你不如他的意，他立马跟你翻脸无情，前功后居，有时候得敬而远之。哪台手术一点风险都没有啊？但如果这台手术成功，蓝山柱至少还能多活六七年，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最多两个月。我跟你说的什么意思？你没听明白吗？我说的不是手术风险。我怎么听贾飞跟我说，蓝栓柱的女儿蓝翘翘到处跟人家暗示说你跟她有特殊关系？别听那些八卦，把精力放在手术上。我们什么时候做手术是因为患者家属。我跟你讲啊，不管有没有，反正这女的肯定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哎呀，我怎么提心吊胆的呢？我护士，您好。你好，我爸已经在病房了。清风说会召集全院的专家为他做手术，特殊病人，麻烦你们特殊对待。嗯。我现在要去清风的办公室，时间可能会比较长。我不在的时候，我爸就麻烦你了。就是搞定了许阿姨嘛，有什么好得瑟的？拿着鸡毛当令箭。那关机长和徐医生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哪知道？谁知道他是不是正牌女友？行行。检查报告我看过了，你爸爸左心室的肿瘤确诊长到了5公分，几乎占满了整个左心室，需要从心肌上一点一点剥除，再用三明治法
缝合左心室的切口。手术危险吗？实话实说，难度非常大，成功概率有限，但这是目前唯一的治疗方法。只要您能接这个手术，肯定没问题，我相信您。该让家属了解的，还是需要你了解，这是术前的正常程序。另外，我再重申一点，我的女朋友叫关雨晴，我们俩之间只是患者家属和医生之间的关系。嗯。徐医生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橙子，很甜。奶奶托人寄了一些，特意嘱咐我一定要让你尝一尝。替我谢谢老人家吧，我平时不太吃甜的。嗯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那就送给徐老师吃吧。徐老师帮了我很多忙，奶奶特别感激您。他要是知道你收下了，肯定会特别开心的。那好，替我谢谢您奶奶。也一定转达，不打扰你休息了，再见。韩教授，你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我跟我奶奶对您的一点心意。拿回去。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我们特别感激您。我给你爸看病不是为了收这个，我也从来没收过任何人的红包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您不是为了钱，但是这红包您要是不收，我跟奶奶心里头不踏实。你要是不拿回去，就请你爸转院。别，千万别！哎，雨晴啊，那备用钥匙找着了啊？还有什么事儿？文件在哪儿啊？哦，副驾驶对面那个抽屉里。行，那我回头拿了以后给你快递过去啊。好，蓝小姐，蓝小姐，没事啊，马上送你去医院。往里坐。蓝小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。放开我！蓝教教，之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的女朋友是关雨晴，我们俩只是患者家属和医生之间的关系。可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而且徐阿姨也支持我们在一起啊，你应该相信你妈妈。请你下车。我知道你有女朋友，我也没有奢求能跟你成为其他的关系。我就是想，等他不在的时候，或者是他忙的时候，我能陪陪你。我是真心的。
是外科医生，不是我的女人，就算你脱光了有用吗？在我眼里，就是这样的。清风，哎，关秋生，太巧了，刚下班吧？啊，刘阿姨正好把饭做好了，咱们上去吃去吧。哎呦，这还一客人呢。那个，那正好，你也上去，咱们一块儿吃得了啊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的包。啊，慢走啊，不送了。关叔叔，兄弟，好样的！啊，刚才我都听见了，这蓝翘翘一直想勾引你，啊，可是你呢，一身正气，坐怀不乱，好孩子。行了，跟我上去，咱们一块吃饭吧。啊，好，我把车挪一下。啊，挪一下，好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是说那个徐清风跟那关家老头联合起来把你给赶走了？徐阿姨，都是我不好，这不赖徐医生，是我太笨了，我辜负了您的好意。哎呀，你这傻孩子，你说你这孩子，哎呀，你怎么那么老实呢？真是的。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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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，以后阿姨呢，给你创造更多的条件啊，有阿姨在，放心吧。不哭了啊！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但我把话要跟你说清楚。我对贷款、保险、商铺、投资一律不感兴趣。你们，啊？你谁？哦哦，啊！你等一下啊，乔乔，我先接个电话，你先坐啊。嗯。喂，你沈浩，沈机长。您是沈机长吗？是我，阿姨。啊，您好，您好。是您找我？啊，对对对，走，咱们咖啡馆。啊，不用了，阿姨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好吧。哎，阿姨，你和关雨晴是什么关系？他最近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沈机长，你这么关心他，是不是旧情未了啊？阿姨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没什么意思，阿姨比较直啊，这个人有什么话我就直接说了啊。好，阿姨知道呢，你跟雨晴谈过恋爱，我就想问问呢，你们谈了多久啊？啊，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？就还有那个父母，你们见过面没有啊？再有就是为什么分手？还有分手以后呢，你们还有没有联络？我就想正常。行了，阿姨，这应该是我个人隐私吧？而且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关系大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沈局长，现在关雨晴是我儿子结婚的对象，啊。但是呢，这个雨晴对以前的前史啊，一直就避而不谈。当然我不是那种不开明的家长啊，就年轻人嘛，结婚以前谈几段恋爱，我觉得都很正常。但是，这个雨晴对这事儿躲躲藏藏的，特别奇怪，就令人质疑。所以我就想，阿姨，雨晴她既然不愿意说，我想，我应该没这个义务跟您说吧。不是。我就是正常的了解一下情况，你看看，阿姨都跟你面对面开诚布公了，有什么心里话跟阿姨说说。阿姨，你想了解这些事情呢，恰恰是我不愿意说的隐私。行了，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，我还有事情。哎，沈机长。沈机长啊。你不告诉我，我自己可以查。不信了。
像你这种结了婚、对前女友念念不忘的男人，不是直男也有癌。嗯，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交份子钱啊，就为了这仪式感，我特地跑了趟 ATM 机。3个月的份子钱，叔叔。整数啊，多了吧？多出来的就是给我爸妈当零花钱吧。给我点的。最贵的，请用。哎呀，我亲爱的弟弟啊，你今天很反常哎，反常的让人觉得很可疑。你这什么话？你这是当姐说的话吗？我以前那是没找准方向，我现在也算半个行走的印钞机啊。行啊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钱我收着，交给父母。走了啊！哎，等等，急什么呀？你再捞一块钱。有什么事儿直说吧，不用绕弯子。姐，你看啊，我现在。工作收入各方面的都挺稳定的，你房子过户的事儿，你再给提前点儿。在这儿等着我呢，这会儿知道叫姐了，我告诉你，叫奶奶都不行。不是你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？之前说好是为期3年的，这才几天呀，这就等不了了。你说到底，你就是不想把房子过户给我。说到底，你就是因为心里没底，你才这么着急。你不都行走的印钞机了吗？这才踏实工作了几天，着什么急啊？等着呗。行，行，算你狠啊！但我告诉你，我不怕，这房子早3年晚3年的，迟早都是我的。行了。你就把这个房子设立成自己的那个目标，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干活，好好挣钱。我希望下个月、下下个月，父母还能拿到这么多钱，啊，也包括多余的零花钱。你，我就没法跟你好好说话。哟，印钞机不买单啊？沈浩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？徐秀兰？对，他几次三番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来，所以我就见他了一面。没想到他是来调查你的。我想，你应该知道他想问什么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我什么都没说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过去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会跟他解释清楚的，让他不要再骚扰你。嗯，知道了，抱歉。喂，徐阿姨。阿姨，我特别理解您关心儿子的心情，但凡事都有个底线吧。您有什么疑惑或者别的什么，问我就好了，用不着这样无孔不入的去调查吧。关键是，现在还打扰到了别人，我真的是觉得不太好。无孔不入，如果不是我无孔不入的调查，
我就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阿姨，有什么真相啊？关雨晴啊，这么重大的事情你都敢隐瞒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话可说了。我重申过无数次，既然你想跟清风谈婚论嫁，那么大家的以往就要坦坦荡荡的。如果不是我，如果不是我深入调查，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你跟你前男友快结婚了。如果说当初你坦诚一点，我可能呢就能试图理解你跟你前男友分手的原因，但是现在我根本不可能接受你故意隐瞒前世，这是欺骗，你懂不懂？你解释一下。关雨晴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阿姨，抱歉，抱歉。有爱就有